狮子唱歌唔好听，仲使问嘅？呢人你识讲嘅咧？限时一分钟，导演话。好听好听，真系好听。唔系因为我识佢好听，因为我自己一齐同佢拍特辑嘅时候，几年前咁，我知道佢自己有学钢琴啦，有学吉他啦。咁佢系好有音乐才华，自己识得作歌。咁时佢问我：呢样你用唔用歌？不如我做你歌俾你攞嚟听下先咧。但系而家都未有。有咁系嘅。我谂起我自己因为识咗佢之后，我发觉女仔都识得弹吉他，咁有乜理由男仔唔识弹咧？咁所以我自己到第二演唱嘅时候，我先开始学弹吉他。咁当然弹吉他一定系佢好过我，咁同埋我觉得佢音乐天分好高，唱歌好听。多谢。唔系，要嘅。但未够一分钟，仲要清赞一分钟。唔系，可以唔清赞噶。可以唔清赞。你可以讲下你嘅新歌都得噶。唔好讲我自身歌，讲你啦。咁做咩事你头发短咗咁多？剪头发咯。剪头发。好啦，咁希望大家继续收听呢个支持嘅音乐特辑啦。但系未够钟啊。导演数啦，5秒啊，5、4、3、1嚟。